你家是住在高楼大厦还是华厦还是公寓，有一些人呢住在老旧的公寓里面连电梯都没有，对于老人家来讲进出相当不方便呢、啊。现在新北市首开先例，36年的老公寓成功的申请装电梯，政府补助一半，另外一半呢是由住户按比例来分担。但是啊，虽然我们看到了这个是一个成功的案例，但是一来呢并不是所有的老公寓都有盖外挂电梯的空间，而且这一次可以这么快成功搞定是因为4楼的住户他愿意多付嘛，但是你的电梯盖好了之后要维修管理的，不然以后也可能是危险不安全，但是老公寓又没有管委会，以后谁来负责呢？大家的管理费是都付一样吗？或者是你说我住一楼或是我二楼不需要电梯，所以管理费我可以少付一点吗？但是呢这个因为有这个电梯可能房价都可以水涨船高，你家也是跟着涨，那你要怎么个付呢？不过以后房屋税可能也会提高，这零零总总有很多的细节恐怕还是会有争议的。这个老旧公寓就是台北都更补助装设电梯的首例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是未来装设电梯的地方，外头装设音架还有施工标志。这栋有36年屋龄的老公寓，因为住户家中有老人家没有电梯相当不方便，后来经过申请终于能装设电梯，不过一台要价不菲，总花费448万，得耗时一年才能完成，政府补助218万，另外一半由住户自己分担。虽然要花大钱，但装了电梯真的方便许多。家里有老人家有就楼上不方便的话，当然希望都可以装电梯嘛，可是你要全部住户同意的话很难讲。不过像一楼没有用到电梯的住户就不需要付任何费用，2、3、4、5层楼分别按比例负担，最高楼层付的装设费达40%，以此递减。虽然没有管委会，但电梯维修管理费住户平均分摊，最后会由电梯维修公司一并收钱。事实上老旧公寓装了电梯之后权状坪数会增加，房价也跟着看涨，原本一坪40到42万，房仲预估装设之后可能会涨到45万，因为公设比低，多了电梯更加抢手，房价也会有相当的增值嘛。那据我来估计的话，每坪的单价至少应该会上涨3万到5万。不过不是每个老旧公寓都能加装电梯，得看公共空间大不大，而且需要全部住户同意才行。一旦装了电梯之后，房屋税反而会微幅上涨，对一楼住户来说相对不公平。虽然对其他楼层住户来说方便许多，但是就得多付一点钱。电梯加持老公寓身价，背后优缺点还是得先想清楚。记者陈清顺、邱景台北采访报道。